刚好就是我们周边是这个餐饮公司，他在建设这个厂办，啊，跟餐饮公司来商量，也得到他们的支持。那我有个构想，就是来彩绘这个墙壁。这个墙壁呢，因为是在土地公还有集会所的周边，那想要营造这个就是一个很祥和、有祥和气氛、温馨的感觉。还有没有可能这里会成为一个打卡的一个新景点？不一定。